好，这一段是 C# 学习笔记 Part 7，创建 Windows Phone 4重启，使用 Windows Phone 4重启。好，那这个图文教学网址贴在 YouTube 的注解这边，点一下就到这个页面。齿轮播放速度调1.25，可以加速观看。支持一下这个教学频道，可以点击一下这个订阅按钮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就直接跳到步骤。那这边请理解一个重点：这个 Windows Phone 10这个视窗应用程式，它是点击什么东西，然后发生什么事件？它跟我们前面学的那个 DOS 模式不太一样。DOS 模式是你直接那个按执行。它就执行那个动作，这个不是，这个 Windows 的这个 Phone 视窗应用程式，是你点了什么东西，它执行什么东西，它是发生什么事件，这样子。好，启动 Visual Studio，好，点击建立新专案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找到这个。向下拉，我们找到这个，这个 Windows Phone APP。那这 APP 指的就是那个应用程式的意思，它的缩写就是 APP 应用程式的缩写。然后点 Net Framework 这个，这个，然后下一步，它会变成一个那个紫色，紫色的那个背景。然后点击一下下一步，OK。然后名称，test 啊，那个 Windows，Phones，OK，好，建立。好，建立完之后，这边有一个工具箱，工具箱点击一下这个，然后这个 button 这个拉过来，拖过来，拖拉过来，它会产生一个那个 button 这个，可以调整一下大小。然后在这个 button 上面点击两下，它会。到那个跳到这个 button 按钮这个 click 这个方法，好，那在里面敲一下这个代码，好，没，cg box 点 show。Hello, World, 你好，借，贴一下注解。出现的和壳框，好，OK，储存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按一下开始。这个设计这个，我们把它拉过来这里啊，拉过来。因为假设你的东西很多的话，这样会比较好检视啊。假设你有其他的那个物件啊，其他的物件的话，你在点的时候比较好切换，这样子。就是把这个设计这个把它拖到第一个，这样子。储存之后，点击一下开始。好，那这个结果，好，就这个。
好，这是最基础的一个 Windows Phones 这个视窗应用程式。好，这是最基本的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我现在讲一下那个专有名词，因为我们在学 C Sharp 的时候，我在前面有一些的教学我都讲过，这个我们是在学专有名词跟专有名词怎么用，然后接下来是学概念、逻辑，然后大概是这些东西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一个东西，我们要知道它的专有名词是什么，这个专有名词。Windows Phones，好，有的地方是叫做窗体啊，窗体是比较简单，而且比较容易理解。那有的地方是叫做视窗程式，好，有的地方叫视窗程式，就是这一串英文啊，它是叫什么？那它是在 C Sharp 里面，它有它的专有名词，这样子，窗体、视窗程式或者是视窗应用程式，好。那在这边你不会念，可以参考一下这一篇。好，那个我改一下。好，假设你不会念的话，你就是点击一下这一帖。我们只要会念就可以，其他你只要重复几次，你就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。主要是在那个你一定要念出来。哦，是这样子。C Sharp 大概有百来个它的那个专有名词啊。你每一个它的那个英文，你一定要会念，是这样子，啊，这个要会念，Windows Forms, Forms, 好，是这个，好，Form. 它是那个表格的那个框架的那个意思，好，那这个单字很容易跟一个单字搞混，这个单字，那个 com。come from 这个从哪里来的意思，很容易跟这个单字搞混，你不要搞错啊。这个 from 是从哪里来，就是来自哪里的意思啊。这你要那个，我刚开始在学的时候也是跟这个单字经常搞混，你不要去搞错，它是。表格架框的那个意思，Form, forms 这个，好，forms 这个，form, 而且念起来非常拗口，不太好念，form, 因为它有发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讲那个音呐、form, forms 这个forms。，forms 这个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很长的那个音啊，不太好念，很拗口。Forms，那接下来是概念，它的概念是什么？它的概念，因为我们中文有没有？我们一看到像这一些东西，只有一个东西叫做窗户，我们通通叫做窗户，我们不会去管里面的什么东西什么的，不是。我们通通都是叫做窗户，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呀、啊，我们通通叫做窗户。但是在英文里面，它有一个专有的单字，那个框，它窗户里面的那个格子啊，有没有像这个格？有没有像这一些的格子？它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就是 phones 这个 phones 这个。Forms，你的那个脑子要有一个那个概念才有办法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们在学这个 C Sharp 的时候，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在学那个概念啊，主要是那个概念很容易，那个怎么讲，很容易去搞混，不是很好学。那你看到这个 Windows Phones 这串的单字，这串的专有名词。你要想到的是窗户里面的那个架框，它指的是窗户里面的架框，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学起来。它，因为在我们中文里面，这个东西叫做窗户而已，不会有其他的东西。但是在英文里面，它是有分的，它里面这个叫做架框，
那它的专有名字就是窗体，它不是指窗户，它指的是窗户里面的这个框架，这个架框。好，这个要注意一下，它指的是里面的那个框架架框，它不是指窗户。窗户是指 window， 好，英文单字叫 window。Windows phones 指的是那个窗户里面的架框。好，这个你的那个脑子的概念，这个我们学 C# 的时候，你的脑子要分清楚。你看到这个单字，这个专有名词，这一串的专有名词，它指的是什么？它指的是窗户里面的架框，它不是指窗户，有没有？很多种嘛。啊，这个里面的窗体啊，也可以叫做窗体。然后这个格子里面，啊，这个窗户里面的一格一格一格的，这个也可以叫做窗体，或者是叫做那个窗户里面的架框，它的那个格式，好，或者是叫做表格等等的东西，你的脑子要分清楚，是这样子。因为它这个中文跟英文有一点不太一样，我们只有一个称呼叫做窗户，但是英文它有分的比较细一点，啊，它是分里面那个这个东西窗体，啊，叫做窗体，或者是叫做表格等等，它有一个名词，它有一个单字啊，叫做 fonts， Windows fonts 这个东西。好，那它的专有名词那个窗体，或者是视窗程式，或者是视窗应用程式，那这个就是像那个比如说是 PT 下载啦，或者是下载器啊等等的，这些全部都是那个 Windows Phones APP 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，认识一下定选图标，方便操作。我们在那个设计这个视窗应用程式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用这样拖拉的，我前面是讲拖拉这样子，这样非常麻烦。这边有一个定选按钮，这个好，把它定住，定住之后它就会在左边，这样子会比较好拖，这样就不用拖拉。好，在前面教的这个是叫做拖拉的方式，这样非常麻烦。因为比如说你要弄那个四五个按钮，要对齐，要弄其他的按钮，很不方便。那你这个地方点，再把这个工具列定选出来，透过这个定选按钮定选之后，然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那个点一下之后，就直接在这边设计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按钮你要知道，然后这个工序箱不见了，你不小心关闭了，那个这边检视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工具箱，或者是 Ctrl+Alt+X， 就可以把它列出来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定选按钮你要知道一下。OK。我们一般在用的话都是定选啊，都是定选。然后设计完之后，在大部分都是全萤幕操作啊。好，就是用定选的方式。那因为我是要解说，所以说把它缩小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讲一下那个建立新专案。建立新专案，当你点击一下建立新专案的时候，它会最近使用的专案范本，它会放在这个左边这里。那你下次再用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点这边了，你不用去在这边点，在那边寻找，好，这边这个，这样是比较方便一点，比较快一点的点击，这样子，就马上把那个专案范本列出来。啊，这个是那个 DOS 模式在用的，那这个就是那个
Windows Phones APP 视窗应用程式在用的，好，它会列出来，你下次再点的时候就点这边就好，比较方便。好，那这边也可以选择 C#， 这样子，它会将 C# 的部分，注意看一下这个这边，它的下方都会显示哪个，就是类似这个那个标签啊，它会列出来，就是这个东西是适用于什么东西的，它会列出来，它会把它弄在这里，所有平台不是Windows 专案类型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它会列出来，这样会比较好点啊，好，这样这一个跟这个就会列出来。那这个你可以选择桌面应用程式，这样子好，都会把它列出来，这样子。好 ,OK, 这样子的话，在点击的时候，在那个查找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好 ,OK。好，那这一段的教学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说明。如果你要抖内赞助这个教学频道，在 YouTube 视频的注解这边有一个抖内赞助连结，好，点击一下这个连结，到这个页面之后，那个点击一下这个网址或这个按钮，可以到欧付宝交易平台。好，到了欧付宝交易平台之后，点击一下这个，在这个框框可以输入金额，就是你要赞助的金额，200块或者300块或500块或者1000块等。好，这边输入一下，然后再点击下一步填写寄送资料。到这个页面之后，红色的星号是必填，这边有红色星号，可以第一个要输入的是姓名、手机跟你的 email。输入完之后，这边地方打勾，它会直接的 copy 过来。好，将姓名、手机跟那个 email copy 过来。那备注的地方，你可以填写，也可以不用填写，这没有关系，留空没有关系。好，这个地方记得打勾。我已阅读并了解，这个是服务条款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打勾。打勾之后，点击欧付宝付款去。然后接下来是选取付款平台，他这边提供了信用卡、欧付宝账号跟欧付宝账户跟那个 ATM， 一个是网络 ATM 跟 ATM 柜员机，还有一个那个超商代码，他提供了五种的付款方式。好，选择一种你方便的付款方式OK 后，点击一下下一步。那接下来会跳到那个一个页面，那大家再做后续的处理，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支持立 Mark Chang 教学频道。好 ，OK。